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半个嘴都能留着，咬一口，你给我咬一口。哎呀，有点甜，咬了一圈儿。我，哎呦嗨，你吃了吧，行吧，给你送了。把边儿也给吃了。联合收割机，我你这敏感，敏感啊，这个词用得很妙。你们那里放点，放点，放手。放点，要我再给翻一下，快点。那里放点，放点。啊，从这个网子下面把它兜起来，兜起来，就跟它这个绳子的作用是一样的啊。明白了。捕获成功，全部拉进去。我看见没有，全是鱼，都是密集恐惧症了，这是。买了多少鱼？千斤左右的鱼，包头是80到100条，白鲢是50条。哥是在分鱼吗，哥？啊，包头放这边是吧，哥？哎，包头放这边。这是包头，那个是白鲢吗，哥？好。又给我这呗，你身上要4斤，没事。这个放扁鱼啊，哥。哎呦喂，挺有活力啊，哥们。这个是白鲢啊，哥姐。白鲢去那儿。我能进去不？我想下去帮他弄。来的啊。好。这个是扁鱼。大包头。哎。太滑了，我天！太滑了，来，我抓个包头，哪个是包头？我有点不敢碰鱼。没事。对，这个是包头。挡住我们。啊啊！哎呀，你要不站这边？抓马达了，这小鱼。给我洗澡了。这玩意儿就马达。王一恒被我鱼攻击。啊！哇！这 V 8发动机呀、啊，这是。发动机。哎呦！哇！哇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发动机呀、啊！这。马。这个叫马达鱼。哇！这哥们是精神呐。哎呦！哇！马达鱼真厉害。可以了。可以上去。那你们把这个抬上去呢？抬这个抬上去。这个小的全部给你们。快！快！走。往后站，往后站，往后站。全身心的放松了，要投入吧。哎，不是，我不会受伤吧？你不会。压了几年肩了，没事啊，你放松，怎么那么高啊？放松啊，嗯，啊，从321给你下啊。我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啥感觉？哎呀，真爽，是吗？嗯，好舒服啊。放松啊，别跟我靠近啊。哎，你肩是不平啊，放松啊。啥意思啊？咋回事啊？咋了？你手得撑着。为啥呀？你手使劲抓好啊，别掉了啊！放松啊！这么硬吗你？我超硬。那个玩过吗？这个？啊，这个我知道。这个我知道。然后后面有个人这样抱着，咔，那个脊柱很舒服。我教你嘛，你这样抱好，然后站到这儿。我来试试大哥的手法，就再往上一点。这样，这抱紧，然后哎，那你往下一点，然后。大哥，你别撞好多呀！也行。大哥，你好壮啊！我那么多。我大哥。
他真的变壮好多呀！来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你的啥感觉？啊，有没有感觉？啊，来，你来。啊，哇，好舒服。头往前，对。有没有感觉？有，大概这个很爽。这个就咔咔一条线。我们这个，哎，你们练过切菜吗？哎，我来了。帮我来。我练过。兄弟，你说。你既然要毕业了，我好羡慕你这个年纪。主要我不是很想毕业。我若想回学校，不要这么说你要毕业了。我其实说实话，我真的挺想回学校，再待个一段时间。因为我这个大学四年上的，过得太快，跟啥也没干一样。大学就是这样的。不是，主要是我还上了一年网课。啊，你真的一年没有体验学校的感觉。是不是还是很想体验学校感觉的？对，太快。哎呀，其实人就是太多束缚、太多条条框框了，然后你才不知道该怎么活，你懂吧？嗯，压力和焦虑来源最多、最大的原因就是你想要的太多。对，想要的太多。其实类比到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类比到就是在当时，我觉得选花的时候就想要太多，想当时一心想着说，啊，越多的花可以赚更多的钱。所以，才导致了没有考虑到人工。是，其实如果我们当时2000盆，或许可以做得更好。嗯，是不是？但这也正常嘛，第一次嘛。对，是第一次。但是又回到一个话题，就是什么呢？任何人不会为你的梦想来买单的。嗯，是，懂吗？确实，其实我觉得学到最多就是一个。精神层面的东西，它教会了其实很多别的东西。对，就是教会了不止种地，种地之外的东西都教会了。对，你们想要太多，压力就会太大。对，完不成吧，然后又会痛苦。对，你就是这时候纯属自己找自己 emo。哎，里面好呀，看看，没有，咱们就这堂就结束了。马上结束了。哇，这么大！真的好大啊，这个。哇，小童，哎，你快把自己埋了，我还没挖完。我刚刚从那山上看，它半截已经没了，这橡胶手套都挖破了，已经的。小童，损亡呀，这个是。哇，天哪！小童，试一试。太深了，少熙那边有大的。少熙，嗯，让我看看一下，你就数十刀之内下不来，以后我只叫你西哥。你要十刀弄下来了，我就到杀青前我叫你元哥。一刀，两刀，完好无损啊。三刀，你要相信我的技术。四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你再把绳给弄断了。五刀，怎么说？元哥，哎呀，那可是要叫做杀青啊！放点别动，小西，我来搬三个。我不，我要搬四个。我也搬四个，你放呢？我不，你放呢？我不。赶紧，再给我放一个。不行，太轻了，再来一个。你使劲吧，一会儿你倒了，摔了。来，走。我要打四个。哎呀！我要挑战五箱。五箱？25斤。你要说五箱就是五箱，说25斤那就有点少了。少拿了，来，这玩意儿比我都高了。我也要来，我也要来五箱，看看什么叫实力。我5箱，你得6箱吧？我6箱。行。
走。他六项，你得七项吧？我八项。行，挑战我哈。六项比你高了吧？哪有？还有，这项量比你高了。你确定？哎，不稳。别！哎，小心啊，不要呀！你看看好路，看好路。我给你拿过去吧，我看。哎，你别给我放下！马上砸着头了。走，挑战失败。小孩子没事，少挑战一点。谁小孩子？刚刚谁说的八箱啊？是不是你？来，陈老师，来。什么叫八箱？来，王琦。搬不了，别搬了。哎呦！你看八箱。哎呦！来，哎呦！给我来三斤。哎呦！来挑战我九箱。啊！你挑战我九箱。来。垃圾！哎呦，来九箱，九箱，你能吗？看，让你看一下什么叫一次十箱。哎，他挑战十箱，他先挑战，他就直接挑战十箱。你真能行，哥！十箱，你十箱，我十一，我十二。我要搬起来怎么办？不，你要搬起来，就我就搬十一了呀。啊！直到搬到一个我们仨都搬不了的地方。最后搬了400箱，累那么高。姐想要猪蹄吗？来这里，有点辣啊，大早上的。卖吧，都卖。行。好。姐建议你可以坐那儿吃，有点烫，没端过去。真的很烫，真的很烫。好。好。系个红腰带，我要去问一下他们的吃后感。你好，你是点了猪，哎呀，猪蹄是吗？请问你觉得猪蹄的味道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太辣了是不是？太久了。太辣了是吗？对。觉得这个喝起来怎么样呢？喝很好喝。很好喝吗？好，谢谢，那就好。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随时提，祝你们有个愉快的一天。哎，我看你们整的吃的还有喝的，觉得味道怎么样呢？啊，猪蹄很辣是吗？嗯，有一点辣。然后还咸蛋怎么样？挺入味的。是吧？咸蛋感觉如何呢？可以啊。咸蛋可以哈。哎，喝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喝的。这个还可以。都可以是吗？好好。甜甜的，挺好的。挺好的吗？挺好的吗？你喜欢吗？我个人觉得就是。好，谢谢。您的反馈对我们是。最大的帮助，谢谢，吃得开心。啊，陆卓，饮品反馈很好，是吗？好好喝，白桃味，特别好，都很喜欢。I got you， 我们俩双剑合璧，白桃味加卡曼菊。啊，是不是开始上课了？欢迎光临小麦种子店呐、啊，小麦种子。体验一个生长的过程吧，啊。